自己走嘛。你自己走。你看你啷个走，要自己走哎，带。啊，他有点娇哎。地里面的南瓜都老了，特别多今年的南瓜。下了两个的哇。有点不好搬。哎呀，三个的哈已经。那个黄那个南瓜真的产量好高哦。来，那天我才拉了两车。哎呀。毛毛两车。好背过去了嘞。运还有。我懒得走哦，后面就是。他那个飞机咋飞啊？飞过去了嘞。好。那个在走哦。他们高兴，他们出来。我马上都过来。啊，你要快点过来，要不然他走噻。哎呀，爸爸不走，乖乖。我也不走，你认为？你认为爸爸要走吗？哇，这个好大的这个。今年的南瓜特别好。哥，你看你把那哈儿给了，你看没有好大把蚂蚁。嗯，我看着的。好多蚂蚁哦，咬人这种。没得了，切下面那块地看看。哦，那哈没得嘞，有些小的还没长大呢，不切的。嗯。你要坐后面了。你坐后面嘛。啊，那些都是硬光光的那些。放点小铜锅喽。嗯。我的小的。嗯。小的你呢？你看，大个小的。啊，我去下去看看。我把车子开下来哈。你开下来就去了哈。我好啊。好运多久耶？爸爸要开车车哦，求到哦。要开嘛？这不。没得。没得嘞。那得回家。有些小的留起，过段时间再来弄。嗯。那个可在那边。做不到那个哈。做得到。那个黄瓜看起不大，它可以种子。来，我把那个开到好几斤头。锅里倒起来。要我丢西瓜。要棒棒冰。棒棒冰了。要这样，要这样。妈妈也好。这一块最大，锅里话。你长了几块了？那窝黄瓜结好么多哟。哎呦，有窝黄瓜结好几块。嗯。那不结有没有？我结他们两根儿，没得。那边我没撞过。看过好点，你结三个。这么大一堆啊！来，就是我们刚才摘回来的。要快才来，我吃半截要得不？好。那儿那小孩儿叔叔啊，那儿那天睡觉，一点从那时候睡不着。